们现在快到达酒店的地方啦，然后步行过去吧。这是那个房子看起来，这个酒店好气派啊。这边的楼还是蛮气派的。吉他望着星空，找地图上那一片绿洲。海贤美酒店啊，这个好气派，太贵了，我们选择了放弃。在家中别无所求。他们说少年未尝什么是愁。我们来到了，终于上来了，高级富豪酒店。然后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子吧，很期待喽。哇，不错哟。在心头让我吞下所有，整个梦还不够沉重，在更多泪流在风中吞入绚烂霓虹，告诉自己别再回头。嗯，它这个这里面有一个自动感应的洗澡的地方，然后这里的浴缸我是不会用的。然后这里面还好，但是我觉得很有这种圣诞的主题啊。哎，罗琴这个死女人竟然定了一个标间，什么意思？嫌弃我吗？不想跟我睡觉吗？大床房太贵了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去。哎，不对，这句话应该是你说。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却把我当什么？你竟然想睡我。然后我们在这里坐一下，然后哎呀，你穿一米八二点的吧。哎，全会做的。嗯，我们打开窗帘。不好意思，外面不好看，倒下了。这个，你看这个死女人在干嘛呢？在葛优躺吗？走啦，出去干饭啦。我们现在要出去吃饭，然后先擦个口红。普京酒店，这里有一个网红打卡地点，然后它的这边就是新普京，这个地角度非常好啊，就一个像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还蛮好看的。我们点了特色美食，我们来到了新八百伴，准备去里面晃一下。哇塞，这一片灯光海绝了，太漂亮了。我们居然来到了新八百伴的超市，这个地方也超好看的。我们准备打道回府啦，我们现在回来啦，准备躺下休息喽，拜拜。